大家好啊 ，Hedy， 讲个秘密俾大家听啦。上年到而家咧，我足足肥咗15磅，系劲夸张啦。终于去到一个位咧，我觉得真系需要正视啦。咁所以我就同咗好多朋友讲，唔好再约我食饭住啦。佢哋个个都话咧，睇唔出肥咗咁多，傻啦，掩眼法嚟噶咋。我真系好努力咧，去用穿搭令自己望落去冇发胀得咁劲啊。而家咧就真系正值喺新年啦。食得最丰盛啦，跟住之后我嘅体型系最高峰嘅时间啦，同埋咧，我谂住认真减肥之前，决定拍呢一条片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呢一个时期里面我嘅细粒仔穿搭啦。今集嘅衫全部都系嚟自 Love One 呢套，佢哋做紧季尾优惠啊，由而家起去到2月28号，只要买满280蚊，输入 BYE10-HK 可以有额外嘅9折，然后买满480蚊，输入BYE15-HK 有额外的85折，跟住买满580蚊，输入 BYE20-HK 系会有额外的8折噶。咁跟住咧，去到2月29号到3月3号咧，就会有另一个嘅 promotion code 啦。只要买两件产品，输入 ERA15-HK 会有额外的85折，然后买3件产品，输入 ERA25-HK 会有额外的75折噶。我会将所有详情放喺 info box， 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去睇下啦。而家事不宜迟，换衫。我觉得系冬天最显瘦，一定系黑色樽领衫嘅，着落去即刻视觉上咧系细咗一个圈啦，非常之百搭啦。然后呢一件咧，佢个质地系好实在啊，唔会松泡泡噶，比较贴身啦，有啲织纹咧，望落去亦都系会有一个显瘦嘅效果啦。咁然后佢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个手袖位啊，佢散开噶，咁就唔会系一件平平无奇啦，冇特别嘅黑色樽领衫啊。加上咧呢个位咧，望落去系咪个手臂呢好似好 slim 啦，跟住去到呢度好瘦再散开嘅感觉啊！所有肉比黑色好似影咁样，唰一声收埋晒噶。呢一度咧系会有个视觉效果向入噶。通常我嘅习惯系着窄身衫配外套嘅，特别系冬天啦，加埋而家个身形，如果我着一件厚衫，跟住再喺上面笠多一件厚嘅外套咧，系会极吸臃肿噶。咁所以如果嗰日我系谂住着外套嘅日子咧，我就会喺里边着得比较贴身啲。比较紧身啲嘅。至于外套，我系好中意好中意呢一件 2way 羽绒褛啊，难得咧系一个修身嘅款嚟噶，完全着出嚟唔会似车胎人啦，佢会将个线条咧咁样收咗入去嘅。见唔见到啊？佢系有个腰线位噶，成件事咧真系将佢变成极修身嘅一件羽绒衫啦，同埋佢最好嘅地方咧系可以。唔要個衫袖啊！呢一度咧係有拉鏈噶，只要除咗呢一個拉鏈咧，佢就會變成一件羽絨背心噶啦，係咪好正啊？咁跟住之後咧，佢underarm呢個位咧係比較闊噶，唔會咧貼住個膊頭啦，或者係勒住隻手啊。咁亦都咧係有一個收縮手臂嘅效果啦，將嗰啲肉肉咧全部收曬喺呢一個斜嘅位嗰度啊，個手即刻望落去好似好幼咁樣。我真係好中意佢嘅版型咧，係超～超级显瘦啦，然后咧佢系暖噶，里边咧系个袋画毛咧，你一摆落去咧，秒速已经暖啦。咁所以呢一件咧系你去日本啦、韩国啦一啲冻嘅国家咧，我都觉得系完全冇问题噶。而中意长身羽绒嘅话咧，我身上边呢一件好抵啊！佢原价咧系869蚊啦，咁跟住佢减价4折，入埋曲啦，跟住之后有额外嘅 discount 咧，200美300头就可以买到啦，系劲夸张啦！佢仲要系好靓嘅 dusty pink 颜色嚟噶。是终于不用再在一个黑色啦，跟住胀卜卜的羽绒包围底下咁样过活啦。呢一件咧，我见到网站嗰个 model 咧，佢系着一条白色嘅长裙，再配埋佢咧，有一种韩系温柔姐姐 feel 都好靓噶。咁我自己咧就会系露少少嘅腿啦，咁令到望落去系咪好似好瘦咁样啦？佢系好舒服啦，有一个蓬松嘅空气感啦，但系咧又唔会令到你成个人咧系。即是黑色那种呢一折一折那种胀卜卜呢它不会的它很利落地向下呢整件事是超漂亮啦、啊、还有超暖啦、啊、它里面这一道呢就是这样这种一格格的。
但是出面这里是做了一个滑的平面呢，那你就不会是很老土啦，跟住好以前嗰种嘅羽绒啦，只要你里面着嘅嘢好窄，咁跟住之后露少少嘅肉呢，望落去就唔觉咁肥㗎啦。另外仲有一件係护头紫色 tweed 嘅西装褛，咁佢呢係好厚实㗎，同埋比较挺身啦，着咗出嚟个人望落去呢係会比较直啦，然后呢佢係有少少自然咗膊头㗎，咁就唔怕 A 字膊啦，感觉上呢会干练啲嘅。咁加上佢嘅颜色呢其实係有少少偏向 dusty 啲嘅，唔係春夏好亮丽嗰种紫色啦。咁所以冬天着呢我都觉得係好啱啦。咁跟住就唔使成日着到好沉色啊好闷啦。咁有少少 pop 嘅颜色呢我都觉得係几靓㗎。又或者唔使着晒上去就咁披喺度，我都觉得係好靓啦，有一种好潇洒啦，好甜美的感觉。好了，去到不穿外套的日子呢，我就会喜欢穿松身少少的衣服了。身上这一件非常是我的 style， 个 baby blue 挺漂亮，同埋它的颈位啦、手袖位啦，同埋件衫这个 cutting 呢是真的松到恰到好处，完美地将我的15磅肥膏全部遮晒，真的完全看不出里面是一嚿一嚿的肉，跟住之后是修饰得很好，同埋你会看到呢它是很 soft 的，它是亲肤的，不会很吉肉的。跟住之后呢有个暗花的 detail， 穿上身呢它不算很明显的，不像一些猫爪啊或者是烂了一路扯下去的那种线，而是呢它若隐若现这样缩进去，令到件衫不是向外，那个视觉效果是缩进去向入的。跟住之后我大家望下啦，我走后少少啦，你会见到咧系完全唔会显肥咯。佢虽然系浅色啦，但系咧系完全将所有咧即系抛出嚟嘅肉咧系好舒服咁样收晒入去噶。咁所以咧，我自己如果唔使着外套嘅话咧，我系好中意着呢一类嘅松身衫啦，特别系一啲嘅松松袖咧，系真系将所有你唔想见到嘅肉咧，全部咁样收埋晒噶。然后成条片咧，我着住呢一条 A 字型嘅短裤咧，佢个质地系好特别噶，佢有种仿皮嘅感觉，但系望落去咧是有少少似一个丝绒的亮面的，然后呢不会硬邦邦的。咁跟住下摆的阔度呢是有种错觉，大髀呢冇乜肉啊，但其实里面呢是还飞晒的啦，真的呢是肥了就知道 A line 的好处啦，无谓自暴其短嘛，是不是？咁跟住佢另外呢有一个的重点就是佢高腰啊，又是将另一个的重灾区呢这里呢收埋晒啦，咁跟住将15磅的肥肉呢默默咁样将佢隐形咗啊。所以无论裤定裙这一排呢都是揀返呢一种 cutting 啊，呢一条是非常之冬天的一个 tweed 迷你裙啊，因为它有厚度，就算浅色呢都不怕话个肚腩会现形啊，绝对没问题啊，不会呢它撑了出来一个大肚墩啦，跟住里面贴住晒，见到整个形呢冇的，它可以 keep 到一个比较直啦，咁跟住之后上面那些线条呢亦都不会好像一些弹性裙咁样撑开啊，它真的维持返原本那个 pattern 呢，是好感动的这条裙，我觉得。咁跟住之后呢它里面亦都是有内里，是一条裤嚟嘅，咁就唔怕会走光嘅问题呢，我都觉得呢一样係做得几细心啦，又有好有安全感啦，咁跟住佢係斯文又得啦，跟住你 casual 去着亦都係好好睇啦，咁所以呢我真係觉得难得係可以喺呢一个新型嘅时期呢着到一条浅色嘅裙啦、短裙啦，仲要係一条望落去挺身以为係会令到个人呢好臃肿嘅一条裙呢，冇啊，成件事係超级利落啊，所以话呢一切都係掩眼法嚟嘅，你揀返一个啱嘅材质啦，一个啱嘅剪裁呢，真係对于修饰个身形呢係非常之有帮助的。最后是肥了之后很怕着的连身裙，真的一不小心就会被人让了的了，是要很谨慎地揀的，一些直不楞啊、没线条那些是死的，你被人误会大肚啊、怀孕的机会高达
百发百中啦，即系唔好问我点解会知道啊。然后贴身啦，比较窄身嗰啲咧，显到成个身形系表露无遗嗰啲咧，更加避开咗好耐噶啦。咁所以今次呢一条咧，我系胆粗粗去试嘅。至于点解会拣佢，就系、是、因为下摆呢一度，佢系收一收啦，再有啲啲嘅鱼尾接接啊，好好多。佢唔系嗰种咧一路阔落去嘅连身裙啊，佢系先直。後闊啦，真係爭好遠噶，又係另一個嘅視覺效果啊，係完美咁樣咧，將我嘅身形啦，完全咧睇唔到㗎出邊，你唔知裏邊咧究竟係點嘅樣啦，係好瘦啊，定係一節一節咧係完美咁樣將佢遮曬啊，咁跟住又係啦，下擺呢一度比較闊咧，又係將我個大髀咧有個幻覺，佢冇咁多肉嘅，全部收曬，將呢一度咧係。最瘦的了这个膝头哥的前后呢这样露出来近镜可以见到它上面是有些波纹的比较有 texture 一点然后条裙很轻但是呢它轻得来不会透的所以我就觉得很适合呢是来紧春天乍暖还寒的日子去穿如果你是怕出去玩的时候冻呢加件外套就可以了米色呢是非常之百搭的一件短的外套加上去呢已经是很好看的了跟着之后呢它那个胸口位、啊、是有一个绑带的设计啦就有一点的性感仔在这里呢就不怕说冬天呢要包到实一实这样嘛重点来了它的价钱呢减完价是145元还未计 extra discount、啊、你再输入曲那些额外的折扣呢是不是没想过是这个价钱呢你在街边那里买件穿一次都歪的衣服都未必止这个价啦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它真的真的很抵入手的一条连身裙咯所以为什么我当初是胆粗粗不如去试一下啦就是因为我觉得哇如果这个价钱是可以穿到一个我现在不敢穿的一个 item 的话呢那它真的很犀利啦等我移回去中间先今次 Love Bonito 的优惠真的很抵价每次他们做大型减价呢都是很快被人抢到断晒码啦我自己都是会很早呢就入去去抢啲心水的所以大家记住快手啦咁如果呢你睇呢一条片嘅时候唔好彩啦个优惠已经完咗啦唔紧要嘅係啦我有一个呢係专属自肥曲啊只要输入呢一个优惠码呢今年之内都用得嘅买两件会有九折啦大家我哋齐齐享用啊第时唔喺呢个 period 嘅时候有啲乜嘢好想买嘅话呢都可以用呢一个曲啊嘛好啦咁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呢一个分享啦所有嘅 link 呢我都会放晒喺 info box 嘅大家碌落去就可以睇到㗎啦咁然后呢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我揀咗啲咩衫啦喺而家呢一个身形啦喺新年食到暴涨嘅时候呢我嘅着衫习惯啦穿搭习惯啦咁究竟一个细粒仔身形再加埋係发咗福之后呢我自己嘅喜好係点样啦都希望可以俾大家一个参考啦咁当然啦我都觉得呢係要努力 keep 返令自己一个开心嘅身形嘅唔一定咧系话系发福唔好嘅，我都觉得好幸福，因为我食得好幸福噶。但系咧，咁我都想自己有自己中意嘅身形嘅话咧，我会努力噶。我哋要加油啊！系啦，咁希望大家中意今日条片啦。如果中意嘅话咧，记得俾个 like 我 ，subscribe 个 channel。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我要开始做运动同埋食少啲嘢啦。